现在时间7点整。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大家早安。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多谢大家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继续讲这本书《将领之才，参谋之才》。那今天要讲的是另外日本建国时代啊，另外一个名将，叫做加藤清正啊。加是加减的加，藤是草字头那个藤蔓的藤，清是清朝的清，正是蒋中正的正。加藤清正啊，在战国时代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将了、武将了，被称为建岳七把枪之一啊。他原来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啊，所以是原来是丰臣秀吉的大将。那么后来丰臣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以后呢，因为加藤清正啊和这个石田三成闹翻了，他投到德川家康的阵营里面，后来变成德川家康的大将了。他最有名的是什么？他最有名的就是在今天日本的九州城啊，建立了一个熊本城。我们知道现在九州一个熊本县吧，熊本城啊，在日本啊几个最有名的城址里面有两个最有名的城，一个是在日本本州里面的一个姬路城。姬路城这个城啊很漂亮啊，整个是白色的，所以叫做白城。但是熊本城在九州，熊本市，它是整座城是黑的，所以叫做黑城。啊，这个很有名的黑城就是加藤清正所建造的熊本城，在日本还是现在还是国定重要的古迹呢。咱台湾人去日本佚佗啊，去到九州呐，拢去看这熊本城呐。好，今天要讲的就是加藤清正这个人。加藤清正这个人啊，被形容为战国时代啊最会塑造人才的人，就是只要人来到家呢，经过一训练呢，都变得人才的掉了。好，讲这个故事以前呢，花哥先来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快了，这个礼拜六呢，花哥和我的女儿的那个签书会呢，由玉山社呢帮我主办的这个签书会，因为我的书是玉山社出版的，他帮我出版新书呢，他会在高雄、屏东、台中、台北四个地方做巡回的签书会，这是玉山社出版社他帮我办的啊，他作为一个出版社他所负的责任呢。这个礼拜六呢就是2月19号呢，我们会在台中市的中央书局办一场签书会，下午3点钟到4点半。台中的中央书局很有名的，在哪里呢？它的位置就在台湾大道一段235号。台湾大道一段你一问就知道，235号中央书局。中部的朋友发哥的听众朋友呢，发哥的好朋友呢
啊，请大家都来参加我这场签书会，有中部啊六七个非常有名的作家都会同时出席呢，大家来聊聊啊。经过这个疫情这么久以后呢，大家都没见到面了，大家安然无恙啊，大家来啊啊，过完年大家来道喜呢。第二个就是下礼拜六啊，下礼拜六就是2月26号呢，花哥，这个是花哥自己呢和这个哈佛旅行社所办的一场啊啊，叫的教堂和文学之旅呢，我们要办在金石咖啡来签书。大家如果记得去年我们曾经在民权农场签书啊，这次呢我们要在金石咖啡签书，下个礼拜六2月26号下午2点半呢。那为什么要在金石咖啡签书呢？因为发哥写的啊，最近出版的这本小说《黑夜漫步》呢，有五六个故事是写185县道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讲到我和金石咖啡的老板以前认识的交情啊，他的整个理想啊，在实践的过程里面一个悲伤的故事呢。这个原来的老板已经过世了，我为了纪念他呢，在这里签书会。顺便呢、啊、我们去做教堂之旅的。那么早上啊，我们到万金天主堂，这个万金圣殿呢、啊、去看一看。那么接着我们去看加卓天主堂，这个是原来德国道明会所建的一个教堂，现在经过县政府修复指定为古迹以后、哦、实在是漂亮的不得了啊！加卓天主堂整片都是白色的，德国式的这个建筑特色。那么我们这次呢，我就委托哈佛旅行社来帮我办哦。原则上我们是招一辆游览车了，40个人为限呢。40个人如果满了以后呢，我顶多就加一个小巴了，那么加上去了。这样我们早上我们可以比较轻轻松松，不必那么早出去了。我们大概8-9点才出发，9点钟去看看加卓天主堂，然后去看看啊，这个万金天主堂，然后呢我们就到金石咖啡，我们在那边用午餐，然后有萨克斯风的音乐会，然后发哥就在那边签书，然后我们在附近走一走啊。我们被这个疫情折腾那么久啊，我们到外面去晒晒太阳啊啊，散散心啊，不错的。而且这些地方都在室外外面的户外呢啊，不会有这个危险性啊。那么如果要这个参加这场从高雄出发的游览车到屏东去的呢，请你向哈佛旅行社来报名啊。哈佛旅行社的电话发哥在这里念一下，你拿起笔来记一下了。高雄哈佛旅行社 07-813-3400 啊，07-813-3400 啊，07-813-3400，要去的人赶快报名，因为这个还要帮你办意外险这些东西呢、哦、那么由哈佛旅行社来帮你办，早上去看教堂，中午在金石咖啡呢用餐，而且金石咖啡呢啊特别呢啊招待大家呢啊，这次来签书的啊，有买书的签书的免费啊送你喝咖啡一杯啊，精品咖啡送你啊，一杯精品咖啡，然后呢我们下午的时间听音乐签书啊，过一个非常快乐的一天啊。要把握机会，要赶快的，满40个人以上了我们就啊比较不想要那么多人了。07-813-3400，你找哈佛旅行社，你找个朱经理。好好，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啊，将领之才，参谋之才，最能够塑造人才的加藤清正呢、啊？加藤清正呢、啊、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啊！啊，加藤清大家都知道，丰臣秀吉早期啊，银波罗美塞嘛，大波罗美塞啊，所以本来丰臣秀吉一直认为伊不可能够生啊啦，但是没想到讲伊到达归回的时阵呐、啊，伊娶第二波殿军呐、啊，煞替伊生了囝。啊，这里谁借嫁谁料呢？它变成了一个家庭里面的大革命了，使得丰臣秀吉呢
自己有儿子的，原来他的位置想要传给他弟弟的，到最后自己有儿子又自私起来，就把他弟弟全家给杀了。这个事情呢，这个历史很有名了，改天再好好谈了。那么加藤清正呢，因为呢丰臣秀吉死了以后呢，他对丰臣家的这个信赖的程度呢，因为被石田三成这个搬弄的结果呢，他一气之下就投到德川家康的门下去了。那么德川家康门下的时候，德川家康的大臣一直猜忌加藤清正，他以前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啊，投到我们这里会不会是一个变数啊。但是加藤清正呢，在还活着的时候一直非常小心，也非常的公正，所以呢德川家康并没有对他怎么样，而且还重用他。但是到了加藤清正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呢第二代呢接不起这个棒子了，这个加藤家就被德川家康给没收灭亡了。但是加藤清正还在的时候培养的所有的人才，虽然他们国家亡了，有各个国家的君主呢都去争取加藤清正所培养的部将，因为他们说只要是加藤清正培养过的人才都是天下第一流的人才。从这句话你就知道加藤清正是一个最会培养人才的人，就算是他的家灭族了，但是他底下所培养的人才，全日本国每一个人都要争取他的人才到他的企业里面去，到他的国家里面去当武将当重臣啊。加藤清正有一句名言啊，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啊。就说呢，要来投靠我熊本加藤清正的人，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才，不论你多差，我都来者不拒，我不会拒绝你啊。但是呢，你自以为都自己都高明都厉害啊，在我这里得不到发展，你要走啊，我不会留你啊。加藤清正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呢。你如果自认为我加藤清正亏待你啊，或者是这个地方你没有办法发挥你的所长，你要离开呢，我不会留了。那么熊本城啊，因为建筑了熊本城以后，加藤清正呢变成一个大名，变成一个非常大的国家的君主了。所以他需要呢大量的人才。加藤清正，尤其加藤清正是从别的地方，从本州这边被封到这个熊本城，到九州这个地方来。九州原来不是他的故乡，他是封官封在这里呢。他更需要这个地方当地的人能够对他忠心，能够培养出这样的人。所以他就大肆的招募所有的人才。结果有一天呢，来了三个武士来应征这个工作呢。一个是非常老的老武士，一个是中年的一个武士，一个是非常年轻的，长得非常俊俏，英气勃发呢，一看就是一个不知道，就知道一个不平常的年轻人。那么加藤清正呢，就叫他底下的部将啊，先去当评审呢。听听这三个人为什么要来投靠我，他们有什么专长，他们有什么专才，他来投靠我的目的在哪里，他想干一些什么事情，来我加藤清正的熊本城他想替我尽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啊。那么这个评审呢，由加藤清正所任命的评审呢，就把这三个武士呢分别做了这个口试的约谈了。那个老武士呢，第一个口试一个年老的老武士，那个老武士说，你说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应征吗？他说，我告诉你啊，我的人生从年轻到现在啊，现在我六十几岁了，我打过无数次的战争啊，我也跟过好几个君主啊，好几个名将啊，我经历过这么多事啊，我经历过天下所有的困难，所有奇怪的疑难杂症我都经历过了，我想把这个经验呢，讲给你们熊本城的年轻人听，或者是你们熊本城的家臣们听呢。我来应征工作，我想来应征一个工作。这个评审问他说，什么工作？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房间呢，
我在天天能够在那边泡茶和你们聊天呢？我想做的工作就是这个。平城一听着讲说，哈，你要来我熊本城找工作，是要来这里泡老人得跟人开杠哦？啊，你的工作只是想要应征一个泡得开杠的工作哦？哈，你会当做干那项代志吗？老武士说，对啊，我能够给你们的就是我的人生的经验啊，人生的经历啊，我有经历过比任何人都曲折的经历，所以我历经过天下所有的难事啊，所以所有的难事我有把握了，我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好，口试了老武士以后呢，再口试了一个中年的武士呢，那个中年来应考的武士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来投奔我们加藤清正主人呢？啊，你为什么要来熊本城找职业呢？你要给熊本城带来什么样的专长呢？这个中年武士讲说呢，我也曾经在两三个国家去任职啊，每次打仗我都拼命的打仗，要做什么工作我都拼命的工作，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能够了解我的才能的君主啊，他们都没有给我高的评价，所以呢我跨坡，我就离开了这些国家。我听说加藤清正公啊是一个对人很怜悯很廉洁而且真正懂得人才的人，我想换个头路来你这里效忠你们加藤清正啊，清正公啊，我想他会了解我的才能了，我想来重新在这里找我的人生的重新的开始了。好，这个是中年武士所讲的话了。然后呢在约谈的这个最年轻的武士，最年轻的武士进来坐下来那个姿态就不一样，眼神啊锐利的像老鹰一样，而且呢长得人又挺拔英俊啊，问他一些文化方面文经经典的东西呢，他都能够对答如流啊。看看他，试试他的武艺啊，拔刀拔剑的武艺啊，都非常的高强。原来他是一个，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人中之龙啊，是不得了的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啊，当然是我们熊本城应该要选用的真正的俊秀的人才了、啊。所以这几个评审呢、啊，加藤清正所推派的这个几个评审，去评审完了以后，回来和加藤清正呢、啊、报告了。加藤清正公就问他说：“啊，你们口试的结果怎么样啊？”他说：“我们评审的结果啊，这个老武士真的是好笑了。他说呢，他呢历经过很多战争，他想来这里应征一个工作，就是你给他一个房间呢、啊，让他呢天天和人家泡茶，啊，城里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人都可以来请教他了。我们难道要选一个人天天来泡茶的人吗？我们有缺这样的一个人吗？”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这个老武士我们不录取了。那个中年武士呢，那个评审说，我们认为这个中年武士啊满腹牢骚了，他认为别人都不能够看出他的真正的才能啊，他认为你能够看出他的才能，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傲慢了，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够录取了。那么你们认为录取哪一个呢？他说那个年轻的真的是事件不一样，气势不一样，我们要录取这个年轻的武士。加藤清正呢笑一笑说，我和你们看法不一样。他的看法和大家评审的看法不一样在哪里呢？来后面就忘等了。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呢。发哥今天在讲这本书《将领之才，参谋之才》，日本的历史名家呢，同门东二的作品呢。他今天讲到呢，最能够塑造人才的战国的名将加藤清正呢。好，讲到加藤清正，有三个武士来投靠熊本城。熊本城的城主加藤清正呢，叫他的部下去当口试官呢，去考看看这三个呢要来投靠他的人，他到底是凭什么理由来投靠他？他们想来替熊本城奉献什么才能？那么这个评审委员接见了老武士、中年武士、青年武士，口试完了以后，给加藤清正报告。他们打算录用这个年轻的武士，认为这个老武士他竟然说他要来这里跟人泡茶，每天坐下要跟人泡茶开杠而已。那熊本城要这个人干什么？这个是不是废物吗？那中年人满腹牢骚，都认为以前的主人都不了解他的才能，他要找希望你能够欣赏他的才能，这个满腹牢骚的人，这个人应该没有什么真本事啊。当然这个人不应该录取了，应该录取那个年轻的有朝气、剑术高强，而且呢见识气度都是低流的。加藤清正听完了他们三个人的说法以后，加藤清正做一个裁判呢，让这些他的底下的部将吓一跳。他说那个老的把他录取，那个中年的也把他录取，那个年轻的你包一包大大的礼，送他几十两银子呢，请他离开，请他去另外别的地方去另谋高就了。这个评审吓了一跳，这几个他的底下呢，加藤清正的部将吓了一跳，说主人你到底有没有搞错啊，那个老的武士说他要来泡茶呢，你每天是跟人泡茶就好呢，中年人是满腹牢骚呢，年轻人是年轻的俊才呢，你现在两个，一个要泡茶的，一个满腹牢骚的，你说要录用一个呢，真正的人才这么年轻，这么俊秀，长得那么又帅，武功又好，文口才又好，你说这样那个叫他走开，那是为什么理由呢？加藤清正给他讲啊，这个老武士啊，说他要来这里找一个职务呢，一个房间，天天陪人家泡茶。那个人讲这种话是一个谦虚啊。他历经过这么多的战场，他一定有一个辉煌的过去了。经过这么多场战争，他没有被杀死，那一定有他不平凡的过去。而且他历经过这么多战争没有死，他一定看过很多的事物，这个老人家连我都想要去见见他，听听他的故事啊。你就可以知道说各种突发起来的事变他都经历过，我们的国家正需要这种人啊。当我们的国家现在虽然是已经是太平盛世了，但是战争随时还会发动起来啊，到时候没有像这种老武士这么有经验的人，我们的底下的我们这些部下应付不来啊，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所以这个老武士一定要录取，而且你们去把城里面找一个房间去把它清理开来，让他每天在那边泡茶，然后贴一个布告呢，城里面任何人有什么疑问的人可以去找这个老人家请教，去找他聊天泡茶。那评审就讲，那你录取那个中年人有什么原因呢？他说你要知道，我们熊本城建好以后，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有一些武士啊，到了中年以后，年轻的时候很有作为，但是现在到了中年以后，工作做习惯了以后呢，已经变得暮气沉沉了，
变成像现在一般的公务人员一样啊，每天盖章啊，混一混混过去就好啊，只要不出事就好，已经没有想要创新的头脑了。我已经中年了，马上就到了老年要退休年龄了，那我现在干嘛再去想一些新的点子来让自己受苦，让自己辛苦呢？一个国家的中年的忠诚的这些啊，这个中年的阶层，这个已经是一个干部了，我们的干部都暮气沉沉，这样子这个国家会没有希望。现在一个外来的中年的干部，他历经过各种的挫折，他可以告诉大家，刺激大家呢，如果呢你们也都这样再鬼混下去，也会像我这样每一个地方都找不到机会啊，每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发挥的地方，眼见的就老了。所以这个人加进来了，等于是放一条鲶鱼呢，在那个要运送到远途的鱼里面一样，刺激他们呢，让我们城里面那些中年的老公务人员办事办那么久的人呢，能够刺激他们起来，重新振作起来了。所以这个人我要录用他的原因在这里的。啊，至于年轻人呢，他说年轻人，这个年轻人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武士啊，也确实是人才了。但是这种年轻人如果我录用他的话呢，我们城里面的年轻人会怎么想呢？我们的主人加藤清正原来喜欢用外来的人才，外面的人才都认为是最好的，我们本地的年轻人才都没有机会被提拔，我们年轻本地的人才主人都不看重，那么我们年轻的人才就会泄气。啊，像他这么优秀的武士啊，他要到别的国家去找头找车头路啊，就简单了啦。所以呢，这种武士呢，我们也把他拉上一个交情，我们也不要得罪他，因为他将来到别的国家去，势必也会掌握某一些权力。但是你给他给我准备个大红包给他，告诉他说，加藤清正我们的主人啊，之所以不用你，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我们加藤清正公要用我们自己本地的年轻人，但是他很欣赏你，所以你到了国外以后和我们保持联系呢，将来也是好朋友。好，加藤清正这一招，你想一想看这一招有多高明。我们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台湾各县市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屏东县也好，高雄市也好，台南市也好，其他的什么其他县也好，我们建了很多的艺术中心，我们建了很多的这个文化表演中心，我们也办了很多活动，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呢？我们办的活动有一半以上都是请台北左右台北那边的团体来表演，而且都是已经成名的团体来表演，这当然很好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首都地区的艺术团体本来就比较优秀嘛，比较优秀的都会集中在那里啊，那是必然的嘛。美国最优秀的剧团应该都集中在纽约嘛，这机会多啊。法国也一定是集中在巴黎啊，这个这样子的国际的舞团了。但是你有没有去想到呢？我们为什么在地方要建地方的文化中心，地方的艺术表演中心？除了要让首都的这些有国际水准的团体来表演以外，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当地，我们当地的人才嘛。如果我们一年的节目里面 70%-80% 的节目是由从台北来的首都来的艺术团体包办了，我们当地的艺术的人才心里会怎么想？心里会怎么想？好，我们办一个非常成功的灯会，很大的灯会，但是这个很成功的灯会 80% 是包给别人在做的啊，不是我们自己本地的人才在做的啊，啊，这有什么好央的呢？这个就是加藤清正了不起的地方啊。
我在熊本城，我要变成熊本城，变成一方之霸，我当然要在我的熊本城培养我第一流的武士的人才啊。这就是加藤清正带给我们的教育啊。你在屏东县很简单呢、啊、你要找三万人五万人的一个演唱会还不简单吗？你找五百来花钱来找五百来一演唱，最起码也三万人啊。你找张惠妹来随便也三万人去听啊。但是有意义吗？偶尔来一次可以了啊。你屏东的人才在哪里？屏东有这么多原住民都是第一流的演唱人才，你培养出一个像样的人才出来吗？那你办得多轰轰烈烈，那是插花，你没有在种花嘛。插花和种花是两回事呢。等你干满了一个所长八年干满了以后，你在当地屏东你培养了什么团队出来，你培养了什么人才出来，你能够交代吗？这个就是加藤清正了不起的地方啊。所以加藤清正在熊本城培养了全日本最了不起的武士集团啊，别人怕他怕得要死啊。因为加藤清正没有用这个外地来的最优秀的武士，而且拿钱叫他离开到别的地方去吹，而且他故意放话出去说，因为我要培养当地我们当地的年轻人，我们自己熊本城的年轻人。这句话传出去以后，熊本城的年轻人感激涕零呢，说呢，我们一直认为加藤清正公啊是从别的地方调来的武将来当我们的国主，我们都不服气，现在我们才知道他原来把我们熊本城就当着他的本家，把我们年轻人就当着他自己的子弟，他就是要培养我们，宁可把外面来的优秀的武士请他离开到别的地方去求切桃咯，那宁可培养我们，一步一步把我们培养成人才。结果整个熊本城的年轻人纷纷传说，这个才是我们熊本城有史以来最爱我们年轻人的城主啊，这个才是最成功的大外宣大内宣嘛，不是吗？加藤清正因此得到整个城的年轻人的拥护。然后那个老武士呢，果然也没有出乎加藤清正的意料，城里面有很多人事情实在，他的底下的部将有很多事情部下在办事办的时候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去找那个老人家试看看，这个老人家听说他有很多经验，好吧，就来陪他聊天，陪他喝喝老人茶呢，提出这些问题来考考他，看看他是不是真有能力。结果大家发现呢，所有的疑难杂症呢、啊，这个老人家都能够提出一个非常妥切的处理方法，而且处理下去都非常的漂亮完成。果然加藤清正是有知人之明，这个老人家是一个不简单的老人家。所以加藤清正请这个老人家给他一个房间，让他指导一些疑难杂症，这个在今天我们企业管理叫什么？这个叫做咨询委员嘛，这个叫咨库嘛。加藤清正在那个时候就知道这个老武士的用途，就是他人生经验，经过战场这么多战争能够活下来，他有人生非常应付各种为难的这种经验，所以这种人来当我的咨询委员是最好的，所以他录取了他。至于那个中年武士呢，果然啊，他为了要在加藤清正面前表现呢、啊，每天呢、啊、一大早就起床了，然后到每一个部门去巡视，因为他是一个外来的城主聘请的人，他来巡视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点恰板了，但是他总会看到有一些部门在那边懒散的，他就会坐在那边和他们聊天呢。聊天的时候他都会讲，哎呀，我以前的那个主人啊，那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啊，就是他们部下做事情像你们这样啦、啊、吊郎当啦、啊、不把他当一回事啦、啊、果然就出了问题了。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中年的干部非常对他非常讨厌啦、啊、说呢，你是一个外人，对我们指指点点，你是什么东西啊。
但是因为他呢，这个中年人也很厉害了，后来他不讲了，他就坐在旁边呢看着，然后自己自言自语啊，啊，这样下去，我看这个事情这样下去不是很好啊，那自言自语自言自语。等他离开了以后呢，那些中年人想想，这个家伙这自言自语讲的好像对呢，我们刚才做的事情都做不成，他讲的那个是试看看吧，一试呢就发现都 是对的，是成功的。因为这样啊，加藤庆次的熊本城来了这个老武士，来了这个中年武士，这两个老武士和中年武士都很有经验，口才也不错，很有那个 charisma， 很有魅力，马上就把这个熊本城的士气呢振作起来。所以原来他的部将加藤庆次的部将就跑去给加藤庆次讲，原来当评审的那些讲说，啊，主人啊，加藤庆正公啊，你当初的决定怎么这么厉害啊，你都没有看到这三个人，只听我们这叙述，你就知道这三个人你要录用这个老的和中年的，年轻人让他离开，你为什么可以思考这么样的透视力，这么样就能够看出人才在哪里啊，你到底是凭什么功夫啊。他们果然替我们城里面带来了一个新的气氛呢、啊。加藤庆正说：“哦，是吗？是这样子吗？那就太好了。”这句话很重要啊，你要知道啊。加藤庆正是何等人物啊！当他的部下夸奖他的时候，一般的人会洋洋得意，会讲说：“当然啦。”我难道还会看错吗？都会加以吹牛嘛，对不对？但是加藤庆正没有，他说是吗？那这样就太好了，对我们国家就太好了。你就知道像加藤庆正这样的人，明明他选择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当他的部下给他报告满意的给讲他很睿智的时候，他还是很谦虚说这样就太好了，对我们大家都太好了，他还是那么谦虚，难怪是一代名将，难怪是一个真正能够塑造人才的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们听众朋友里面有当老板的人，有当主管的人，听了这一集你有什么感想呢？想一想吧，再安静的想一想吧，怎么样塑造人才？人才是靠你塑造起来的，人才到处都有，就在你身边。多谢你收听。